回忆都会一直涌上心头，因为确实一个成功的背后是必须要大家的支持跟努力，然后才会有今天的永辉本轮在场上为我们台湾努力然后坚持，所以这份感动跟荣耀是大家一起创造的，然后我会继续的努力在为努力，然后为大家。